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与弹幕一同巡游元神异思正比集已完结活动攻略吃金币小游戏元神 4.7。 好的，这一边活动第三关，这边是千只，前置这个可以跳台子，来长按 E 技能放上去。嗯，这不是上来了吗？这边记得用 T 技能把它变成金币，这个弹幕也不太需要刻意去躲，躲差不多少就行。我觉得分数够了就行，问题不大。你惹错人了。这边完成，